大家好，首先在这里很高兴，那能够代表今天创谷寺，然后欢迎大家那用中文来致辞，然后简短的讲一番话，主要呢在很短的时间当中来介绍一下我们尊贵的创谷仁波切。那今天很难得，现在仁波切也在会场，那其实时间也非常的短暂，刚刚这个主办单位也跟我说你只有5分钟，然后我刚跟英文翻译也说了一下，他说还好我们今天这个语言只准备了英文跟中文，等一下还有尼泊尔文哦。其实讲到仁波切的传记，我想不用讲太多的历史，大家其实现在放眼望去，这个就是仁波切最好的行医的一个视线。我们看到这里所有的喇嘛们也好，还有我们刚刚看到台上这些表演的每一个孩子，他们都是创谷仁波切，我们创谷小学培养出来的这些小孩子们。那没有仁波切当时的一个心愿，希望照顾喜马拉雅山的这些小孩子，给予他们教育，他们今天也不会来到这里。同样就像这里大家也都知道这里的故事哦，也就是仁波切当年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他只身一个人，然后山上这里是什么都没有的，就是靠着一个愿心，希望恢复这里纳摩布达这样一个圣地，希望在这里能够新建起一个寺院，一个佛学院，一个闭关中心，然后就建立了这样一个地方。大家知道今天在这里吃饭有多少人吗？今天有1500人。然后平常这里的寺院有大概有300多人，但是我们这次的修法有将近700多人，那都是因为仁波切的一个愿心。所以我希望大家，我相信这次华人朋友们来到这里，学员们，你们也是因为仁波切的愿心，你自己也是一个愿心来到这里，想来朝圣，也是因为仁波切的慈心悲愿吸引你而来，所以希望你们也能够带着这个愿心跟仁波切相呼应回去，这是第一个重点。但是只有愿心不够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愿心要持续下去。仁波切的这个愿心，他不就是来到这里然后建了佛塔就离开了，没有，他持续下去，建了寺院之后还要维持寺院，还会遇到很多的问题，有这么多的僧众要照顾。所以第二个就是要实践，你必须不断不断地去实践，这种实践的过程就叫做修行。那这个修行就必须要以自身的不断地以身作则，不断地去实践这个菩萨行。所以在3天前仁波切在授予这个堪布的这个证书，大家也在会场嘛，那授予堪布证书的时候，最重要仁波切给新的这5位堪布4个字，长话短说4个字，仁波切就说你们一定要以身作则。因为仁波切自己他就是当时16世大宝法王授予他堪谦的头衔，授予他你要成为以后4大法子的老师，他当时就承担了当时最重要的4大法子的老师的这个责任，他就一直以身作则的不断的给予教学，所以他也给予了这5位堪布说你们要以身作则。所以这个以身作则是非常重要的，传承才能延续下去。所以我们说愿心很重要，更重要是回去之后要以身作则，好吗？所以愿心还有实践的心。那最后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想30多年前仁波切来到这里的时候是仁波切一个人创立了这样一个地方，当时仁波切也很年轻能够说法。那我记得我自己在1997年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当时寺院也不是很大，能够见到仁波切，在座也有很多，还记得那时候跟仁波切能够听法，仁波切一次讲法多久？1.5个小时，还记得吗？有时候2个小时。时间快转，我们到疫情前吧，仁波切讲法那个时候在座有一些，仁波切讲法多久？大概40分钟。这一次我们听到仁波切说法的时候多长时间？大概10分钟了。那我相信仁波切随着年纪也越来越大，我们听法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。那
就像上一次堪布拉布仁波切也有跟我们谈到，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实践，所以实践跟修行是不能等的，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时间，好好的修持。仁波切现在就是给我们一个最好的实践，但我相信听法不在时间的长短，不在于两个小时，不在于半小时，也不在于十分钟。仁波切相信，仁波切希望我们就算只听到十分钟，如果你能够把这些话放在心里的话，带回去好好实践，都会是非常好的。所以这一次仁波切也在会场，这几天也跟仁波切相处，希望大家在整个这个欢喜的这几天修法庆典当中，大家都能够带着愿心还有实践的心，这两个就是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，在整个这一次几天当中，我们看到仁波切体现给我们最重要的教导，请大家带回去，谢谢。